带走后刃。双目水中钉，这个为何而来？这杀女人本是很稳。你们这些日本鬼子，杀了我大清帝国的福建巡抚，今天就要你们付出代价。我就是黑鬼剑。丁丁，这是家族世世代代相传的魔性之刃，据说一旦见了红，就会发生无可挽回的事情，所以我们每代当家都拼尽了性命去守护着它。爹，无可挽回的事情是什么？这字卡谁负责的、啊？下面那个草门歪是歪怎样的？我操！我只听过 G 歪，没听过草门歪。谁找来弄的？我赵哥哎、欸，我赵哥哎、欸，是不是啊？点头，我有个点啊，我就知道点头。我操你妈的！我看着表了，我操，我刚开路而已。赵哥，赵哥，赵哥，那个今天的素人来宾有三个，两个去化妆了。但是下一个演员娇妹的修哥还没有到。我操，还没到是吧？怪我喽！啊，赵哥不是啊，我是想跟你报告一下。爆米花了，还不快去找！我操，我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这颗草莓真他妈的烂！好了，这字卡就这样吧，给我安着。你有没有听到？给我安着。哇，不要再点头了好不好？嘿，夏琳啊，我是小 K 啊，就是那个，喂，喂，夏琳啊，靠，挂我电话是哪招？好不好、啊、大家不要录了、啊、不行啊，我会被杀掉。